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明德路一段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明德路一段，社区名称叫做联邦大城三期，屋龄有28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全幢将近有35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是一手屋，屋主持有了28年多，目前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。我们目前报价是14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也非常的便利。我们附近有许多知名的便利商店，还有许多连锁大卖场，附近有4大超商，还有知名的连锁大卖场，例如家乐福、全联、美联社，走路的距离都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。我们附近还有传统市场，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清水黄昏市场，步行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。周边的学区非常的多，有清水国小、清水高中，还有德岭科技大学，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清水高中，步行的距离大约是650公尺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后阳台跟我们的厨房。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2个阳台，国代格局，采光非常的好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。这个物件要特别跟你们强调一下，我们这个物件可以申请天然瓦斯管，在这边要先跟你们报告，由于屋主没有申请，所以我们现场还是瓦斯桶，在这边要请你们特别的注意一下。你看我们正前面隔壁有一个天然瓦斯表，表示我们这栋本身就有天然瓦斯的管线，如果你们大家有需要使用天然瓦斯，建议你们大家自行再申请安装，费用大约是2万到3万出头。
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单纯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大家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这个物件公设比非常的低，总楼层也不算高，一层只有两户，共用一部电梯，一个逃生梯，使用空间非常的大，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也非常的便利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后阳台，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。这个物件再一次要跟你们强调一下，我们这个物件是一手屋，单纯的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，也没有所谓价差的问题，可以让你们正常的贷款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全幢将近有35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全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。我们现场总共有3个房间，3个房间都会有对外窗，3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采光也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周边都是单纯的住宅社区，附近还有许多知名的户外公园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是一手持有，也就是一手屋，没有买卖过，所以没有价差的问题。现场没有做天花板，是我们最漂亮的原屋况，基本上可以让你们充分的了解现场是否有渗漏水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买房子最好是选择这种裸装的屋况，非常的方便，查看我们现场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
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，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是公共卫浴，现场总共有两个卫浴，使用空间都非常的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采光也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，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去整修，就可以让你们大家马上搬进来入住使用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主公共卫浴的格局跟我们现场的屋况，现场的屋况真的很漂亮，基本上不用花你们太多的金钱去做整修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，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，非常的漂亮，跟我们的公共卫浴一样，非常的大，都有很漂亮的浴缸，可以让你们泡泡澡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的卫浴，格局非常的棒，使用空间也非常的大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主卧室的使用空间，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使用空间，格局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这个物件是活象的出口，社区非常的宁静。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联邦大城三期，屋龄只有28年多，
物件总楼高有七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四楼，全幢将近有三十五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这个物件公设比非常的低，公设只扣了6平多，非常的划算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单纯的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一定要快，好的物件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有这个缘分买到你们心目中想要买到的房子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现况跟我们目前的格局，屋况非常的好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。我们现场有做基本的油漆粉刷，目前没有所谓渗漏水的问题，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跟我们的前阳台。这边是我们的大客厅，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前阳台，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室内的景观，我们现场的格局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我们这个是属于联邦建设知名的建设公司所盖的物件，总楼高只有7层楼，公设比非常的低，全幢将近有35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这个物件目前报价是14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来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这个物件可以申请天然瓦斯，如果你们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可以另外申请安装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，正前方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摆放餐桌的地方，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现场的格局真的很漂亮，
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现场的格局非常的漂亮，屋况也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确实是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大客厅，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明德路一段，屋龄有28年多，物件9楼高有7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全幢将近有35平，目前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这个物件目前报价是14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。社区名称叫做联邦大城第三期。
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是一手屋，一手持有，没有买卖过，也没有所谓价差的问题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单纯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谢谢你们大家。